新闻头起先来关心，鹿港天后宫伫咧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之天举办普渡法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天后宫是特别甲知名连锁的大卖场合作，澎湃的组合包，唔那真有生意，嘛好大家伫咧防疫期间会当安心拜拜。工作人员将饼干、饮料等各种奖品一一摆上讲桌，一礼拜开整场馆，这是鹿港天后宫的中元普渡法会。受到疫情影响，今年鹿港天后宫为了方便慎重，而且减少群聚感染风险，特别甲知名大卖场配合，慎重则利用网络等方式向大卖场叫卖，业者得直接将普渡品送到天后宫普渡，而且伫结束了后寄返去予慎重，或者是由天后宫转赠予弱势团体，予慎重直接零接触的完成普渡。天后宫哦，在传统上啊。一直啊，每年的农历七月十号啊，就是咱鹿港所属的正铺吼，都会来进行普渡。那么我们在网络上，通路也走了十几年。那么今年啊，特别珍贵的就是说，远东集团啊的爱买啊，特别来跟我们一对一的合作，这好像就是强棒遇到强棒。那今年呢、也很非常感谢爱买能够这么热心来帮忙这么多弱势的朋友将这普渡的一些物资来捐给我们附近的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非常荣幸能够跟鹿港天后宫来合作，今年疫情呢，所以大家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祈求平安，所以我们跟研究的结果呢，觉得开台的这个天后宫鹿港呢，是所有信众心目中最佳的一个庙宇，所以我们线上线下整合呢，我们希望在疫情的时候能够找最棒的妈祖庙，然后来做普渡，然后也深夺爱买远东集团的所有的消费者的支持，那这一次的时候是相当的成功。鹿港天后宫香火鼎盛，信徒多，一到普渡就是这种大场面，同时也向妈祖婆祈求保庇，已经赶紧过去。多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